哎，有阿 Q 桶面呢，这个现在很冷，这是最好的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热吗？今天花了这么久，这时候来了一桶这个阿 Q 桶面是对战，对战对战的。而且你看这个鸡翅排骨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加热水。好，加热水。我们要边泡边来吃一下，因为这个泡热水需要时间呢。啊，那我们可以一边也。当然啦，自己拿。我跟你讲，拿后面的啊，拿后面，因为前面的在拍。我要给他，给他。这里还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还有红椒牛肉。你住海边应该吃海鲜啦，都可以，我都爱。泡菜是泡菜，酸酸辣辣的。泡菜的好吃的。琼蕊啊，好来，琼蕊，你先吃吧。琼蕊。啊，我喜欢吃鸡翅，是因为它这个经典汤头啊，加这个胡椒香。我跟你讲，一打开哦，懂吃的，我跟你讲，懂吃。如果我们刚刚在泛舟的船上面可以吃到阿 Q 桶面，哇！我跟你讲，人生的两大。中间休息的那个靠岸，哇！而且一会儿一秀个短啊 ，CP 值这么高，够欢喜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阿 Q 的精神就像我们要滑去日本一样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努力不懈。好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对，好，要保持乐观的精神吗？一定要保持乐观的精神，好，努力不懈，好不好？我们跟阿 Q 一样。我鸡翅我还可以加鸡胸肉，哇，好赞哦！还有溏心蛋呢，懂吃的就这样，再来一个蛋，哦，完美，哇，尤其是运动完吃更舒服，是啊，直接吃啊，而且昨天郭哥来我房间，真的也在吃这个，昨天晚上，而且也是吃鸡翅的，也是吃鸡翅，而且你知道这个，我们之前打球的时候啊，这个刚好在国外买不到，我之前都是行李箱运过去，对，真的行李箱整个都塞这个带过去，你阿坤好朋友哎，你阿。好朋友，对对对，贴心，我里面有加肉跟蛋，那是家人说要吃海鲜的，不然其实我这样其实也可以先给他，对，稳蛋。刚刚在基友，大家你记得那个鬼面墙？对，有鬼面墙，鬼面墙知道？鬼面墙那个地方，对，其实那地方是整个就是秀冠系的泛舟最高难度的一关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这真的是一直评估，哎，要不要去？要跳过。对啊，不是要跳过吗？而且现在你看啊，这个碗这样子，教练你看这个是不是分量十足 ，CP 值超高。我跟郭董还可以再学一下。当然，你看你往这加短袜了，加短袜，秀个短袜，因为两个人吃个够吞。对啊，你倒一锅汤好来。有让教练说话吗？一口面真的太满。对啊，哎，我今天有看教练表演，教练在鬼面墙前面给我们翻一圈给我们看。对的，爱斯基摩滚翻。不过这是丑衣啊，这是丑衣吗？我是想要赶快下去转头看你们下来了没，结果自己翻下去。我以为你是翻起来，没有，教练看起来他像故意的，他在他起来干我一下这样。我这个食量大的人，我跟你讲，像我这种食量大的人啊，吃下去也是超满足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感，我等下运动一下，我跟你讲。我再等一下再滑个2公里，我可以吃2碗啊！再吃，那等一下我们准备在这边夜滑是不是？完全不一样哎！两桶可以再吃两桶啊！不一样，你可不可以吃脚板？我真的食量大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吃的也是超满足的。我动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再吃个2桶、3桶 ，OK， 反正什么全部拿出来，我一次讲一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烧香经典汤头，好不好？食量大，超满足 ，CP 值超高，保持阿 Q 精神，正向幽默的态度，没错，坚持不懈，滑到日本去，好不好？